爬爬爬，去嘛爬。让你爬的都是黑粉，你要听他们的。今天黑粉好多。对对。能不能不爬？让你爬的都是黑粉，他们想让你去爬，你们也看不到他爬呀，他又不会我带着大家爬。带着大家爬。这个杆子是我们就拿来。不要去爬是吧？好，我不去爬。的确，我也不会爬呀，这个树怎么爬得上去呀？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树你们知道吗？这不是核桃树哟，这不是核桃树啊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吗？叶子长这个样子。这是野李子，这是野的李子。野的李子能吃不？吃吃。咪咪爬。这个是没办法爬上去的，他就得用这种大竹竿来打，是吧？是，好上高，好高，这野的李子，野李子啊，嗯，太酸了，别吃，一会儿会伤那个味蕾的。呀，苦死了，苦的呀，我大家一起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现在1.6万赞，2点。咪，金枝咪咪找一个天秤座的颜值高，当当当当，哎，那个尚轩哥，你说的对啊，天秤座吗？你是天秤座呀？对。你们猜我是什么座？板栗树，板栗树。你们猜我是什么座？啊？你们猜我？他们不猜，他们不想猜。不想猜。刚刚说了，他们不想猜。他们说是板栗树，对，你们猜对了，家人们。对，板栗。那个是什么树呀？哪个？那个。我看不清，你说的是哪个？那个。是水果吗？不是水果。天葬。上边有哦，天葬树啊。嗯。哦，天葬树。天葬树。为啥老用咪咪的直播？咪咪这样直播不好吗？咪咪昨天我们播6000多个人，你们觉得不好吗？啊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好打个好是吧？让更多的人认识咪咪和金枝，行不行？好吗？对不对？你看咪咪谁高？你穿的鞋跟我穿的。你们那个咪咪的老粉丝啊，你们都知道。咪咪有多久没有几千个人了？啊，你们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不管说云虎帮助他的时候还是怎么样，嗯，他跟着金枝，他们一起努力，就会有更多人看他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是不是？哎，好好好，他们都说好，支不支持？支持的打个支持，家人们，支持的话我送只鸡给你们吃。我看你眼睛，我都要这样子。想不想吃？咕咕咕。我不是网红啊，我不是什么网红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你知不知道？叫什么名字？叫咪咪。叫你了。叫咪咪是吧？叫咪咪。啊。金枝看中你了，准备30W，30W 立马可以转啊，不用担心五哥，谢谢您的支持关心啊。这个不用准备，都有。这鸡有10斤吧？海天之间是叔叔是吧？嗯，对。海天叔叔那个应该差不多10斤吧？8点几斤，那天我称过。你称过呀？嗯。那这个是留着过年吃吗？不是，他要咬那个鸡，所以就等他养在这里了，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啊。你现在吃，我现在都可以给你宰了。不吃那个鸡，一会儿他骂我、啊。这个鸡我都可以马上做给你。我说我感觉我被网暴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自从来找金枝过后，全是骂我的。主播没你搞定了吗？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有多好。你知道我好就行了，别人知不知道不重要。他们不知道你有多帮助我。没事。他们那些黑粉哈，啊、他们就是那种，自己没有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还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好好一样，然后来黑你。嗯，没事儿，他们黑他们的。嗯。他们黑我和我有半毛钱关系啊？啊，是吧？哎，咱小富还是。因为你这么帮助我们，帮了我这么多，然后我不想让他们黑你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黑他们的，
那些黑粉的话，他们多黑黑我，多来打打字儿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怎么样。没事，我跟你说，静姐，我教你一个东西，你不要要求别人来为你做什么。他们就是有句话怎么说的，老话怎么说的？不是，人家帮你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么帮我，我不想让别人黑你啊。没事，他们黑他们的，只要你好，我就开心了，哈哈，是吧？喜欢你们，小夫好人，小夫也谈不上什么好人，但是也不坏，这个你们放心啊。那不算什么好人，但是我不坏，对吧？啊，人好，我们就开玩笑了。没有，我人不好，你们不要夸我，夸我反倒不习惯，你们得骂我，你知道吧？我要在逆境中成长，对不对？是吧，家人们？哎，这个桃儿，核桃核桃核桃核，你们知道为什么金枝加的这个桃儿为什么没有果子了吗？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被人偷了，被偷了，不是被人偷了，被偷了。咪咪跳个井，跳什么井呀、啊？哪里来的井？我的天啊！被我吃完了，不是被我吃完了，我没有，我没吃过这个桃哈。嗯。这个桃我没吃到。我就吃到一个。你就只吃到一个。对，我都只吃了一个。让他吃完，不是，我以为被你吃，不是我吃的。不是的。昨天6000多个人想吃桃子呀，但是没有呀，那别人的呀。金枝阿妹是鹅边的吗？阿妹不是鹅边的，阿妹是小凉山马边彝族自治县的啊。唱歌吧，唱什么歌？不唱歌，不是虫子吃了，是一个动物。哇，这个知了的声音吵不吵？知了的声音你们觉得吵不吵？声音小点。嗯，你听到没？能听懂你的话。哎，卓然是赵小米吗？不是赵小米，不是黄鼠狼。你们没见过这个吗？松鼠对。松鼠吃了。对，松鼠吃了的。对，我觉得被松鼠吃。你们俩挨近点行不行？挨近点，然后手机才能把你们框起来。嗯。塞那么多呀？对。金枝说是他爸爸收的，啊，那个红布好显眼呀、啊。就是应该是脏了，然后他洗在那里。洗了晒着是吧？嗯。有点大，声音有点大是吧？那你们来聆听一下大自然的声音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对对。倾听大自然的声音。对。这边呢就是好是好。对对对，双哥对，那个这个东西好是好啊，就是蚊子多，有蚊子、啊、特别多，感觉回到农村是吧？你们家人们，你们有多久没回到农村了？知了在抢镜啊，他不抢镜的，他在奏乐，当当当当。没事吧？可以做蚊子，蚊子不能吃的。啊！你们多久没回农村了？13年没回农村了呀。是的。感觉自己在。为什么不回农村呢？是知了吗？对，是知了。有11年没回农村了。10多年，那你们是住在城里面了吗？你们是住在城里边的，还是在外边发展呀？1年半呀。哦，粽叶来香，对，我待会儿给金枝弄个10盆20盆嘛，20盆叶来香过来，放在这儿就没有。这蚊它吃虫子的，吃蚊子的。什么东西吃蚊子呀？叶来香。是一种植物。嗯。对，蚊子闻到它要吃虫子的，你天天都在农村啊。他们。怎么了？我感冒还没好。感冒还没好。嗯。喝不喝金线莲吗？我给你泡一点。又喝啊？是啊。喝嘛。我给你泡一点喝。家人们，那个金枝说给我
泡金线莲喝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答可以。我感觉我现在为什么我老是请求大家的意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如果说我不问大家，一会儿大家又得骂我艾草是吧？可以是吧？有点咳。金枝你未必对付得了，怎么说？大家一点点赞好不好？一点点赞。现在这边温度应该有30多度吧？幸福感爆棚，感谢海天哥。就是有点咳，我来这边有点，可能有点不习惯吧。水土不是特别服，嗯，有点不服。你服不服？服呀。我不服。我服呀。咪咪可爱呀，小妹妹太小，小妹妹一点都不小，小妹妹19岁了，你知道吗？19岁。对。不小了已经。大家一起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家人们一起点点关注。整点贝母是吧？嗯。你不回成都的吗？你是打算一辈子都留在这里了吗？啊，我要回成都呀。你要回成都啊。啊。嗯。我要回成都，我中途我回去过。回去过。因为我也还有工作呀。哦。嗯，有时候我可能没来找你们，我就是去忙去了。哦、忙。嗯。小妹妹好可爱吗？那个云虎哥哥去哪里了？云虎哥哥去结婚了。结婚。结婚去了呀，准备结婚要生小孩了吧？应该。对。然后你们关心咪咪，我知道啊。然后，前面我有问过，不是云虎借了钱给那个咪咪吗？然后咪咪的爸爸，然后听说要云虎要结婚了，就去找亲戚借钱，然后给云虎的钱还掉了。对，已经还完了。喜欢咪咪的人挺多的，是吧？对，云虎有女朋友，对，还有25差不多。哦，吃点贝母就不咳了是吧？可以。金枝说泡点金线莲给我。小夫把金枝娶了吧，不然他会痛苦的。嗯，这个东西得看缘分嘛，就是说我也想，反正金枝不在啊。但是我说这个你们不要说，明明你不能说，你不能出卖我呀。我不说。那你叫我一声。不要再说。哎，你听到没？家人们，你们听到没？刚刚咪咪在叫什么？你们听到了没有？应该都听到了吧。就是说，那个漳州闽南人云虎结婚了，这个是事实啊。嗯。这个没必要咪咪来哄大家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不会太刻意的。就是说，有些东西得看缘分。没有听见呀。但是我也不能大声的说呀。你过来悄悄的说，过来悄悄的说。啊，冰淇淋吃完没有？吃完了呀。冰淇淋吃完了。早就吃完了。雪糕呢？雪糕吃完了。也吃完了呀。雪糕也吃完了。哦。那你叫我又给你买，好不好？那我刚刚不是叫了吗？他们没听到呀，叫大家。他们又不是我的表姐夫。大家一起乐意听，你知道吗？家人们，你们乐不乐意听？乐意听的扣个一。对，慢慢相处，对，慢慢处，这个不急的啊，乐意听是吧？乐意听的扣个一，很喜欢我呀，喜欢我吗？啊，咪咪，嗯，他们都乐意听，表姐夫，哎，听到了吧？听到了，你们听到没？听到了，打个听到。哥哥笑得还开心啊？笑得开心吗？啊、嗯哦！男子汉说话太骄傲了。我跟一个小妹妹一起聊天，我很凶的那样说吗？啊，是吧？说我太骄傲了。那个清雅一哥哥，我跟一个小妹妹聊天，我能凶神恶煞的吗？对不对？他们没听到吗？啊？怎么还没听到？不可能呀！那以后再说。点个关注啊！点个关注以后再听是吧？不是他们是不是在叫的太假，还没成呢？这个说不定啊，这个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清楚。明明没睡好吗？怎么眼睛有点肿呢？他们说没有啊。啊，不肿啊？有点肿吗？可能今天有点累着了吧。嗯。叫小姐夫，不是叫小姐夫，表姐夫。表姐夫。对，
表姐夫公屏飘一波，好不好？我到时候我请你吃冰淇淋，你想吃什么？你跟我讲。哎，你要吃什么？没有啊？啊？没有啊？哦、煮好了就？没有，我把这个排骨给它剁小一点。剁小一点，不然煮汤是吧？把这个。你拿出去。哇，咪咪，咱们今天晚上有口福了是吧？对啊。哎呀，那腊肉是吃的我真的眼泪汪汪的。栓哥，哦，我可能没注意看吧。到时候晚点我们聊聊天嘛，好不好？咪咪阿姨好能干，什么情况？咪咪阿姨好能干。为什么他们叫你叫阿姨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说我是咪咪的阿姨吧。哦、咪咪的阿姨，咪咪阿姨好能干，她是我的表姐哦，不是我的阿姨。今天是咪咪的姐姐，她不是咪咪的阿姨。咪咪的阿姨好能干。哇塞！我说家人们，谁娶了金枝，谁这辈子真的太幸福了，是吧？胡哥好呀。谢谢啊，谢谢老帅哥，谢谢。就说可能有的直播间有的家人们可能觉得我说话特别温柔，其实我和女孩就是和金枝和咪咪一起聊天的时候，我没有必要特别凶，就是我可能我工作的时候可能比较严肃一点嘛，小心别剁着手啊。嗯，我去啊，我去嘛，咪咪表姐流口水了。想不想吃？哇塞，看着都香。哇塞，哇塞！介绍一个给你，介绍谁给你啊？对，有口福了。对，小心啊，别弄着手啊。不会，怎么可能会弄到手？看我真的。啊，掉了啊！你快去洗一下。快洗一下，快洗一下。洗一下。没事，泥巴没事儿。啊，泥巴没事，洗不洗都没事。哎呦，那就这样子吧。金枝啊，金枝还有万夫，有万夫相，真的吗？你们会看这个东西吗？嗯，我是说，我其实金枝除了漂亮以外啊，掉了的给小富吃。我好吧，掉了的给小富吃，他们都说掉了的给小富吃。我们一起吃，因为我把它洗干净了，弄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些表弟吃啊，可以表弟吃，可以。哎，你们都走了吗？我把肉拿进去煮，可以吗？行，可以。我要露只手出来啊，不然一会儿就。无人直播了，显示无人直播，好吧，露只手出来，家人们，给表弟吃，好，必须给表弟吃，来，大家一起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一起来点点关注，行不行？这儿，一起点点关注，家人们没有关注的，一起点点关注，然后后边，我们一起就是说，带你们跟着金枝一起了解梁山，好不好？了解小梁山，了解。梁山的彝族文化，好不好？如果说你们来这边小梁山了，金枝可以给你们当导游。对，像金枝，她除了漂亮，她特别能干。我说，她真的特别能背东西，是吧？哎，你们别走呀，走了人都走了，他们看不到你就走了。那我跟着他们走啊，我好笨呀。我跟着他们走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鸭鱼。吃鸭鱼。鸭鱼。早上吃鸭鱼，中午吃鸭鱼，晚上也吃鸭鱼。你应该饿了吧，富哥？还好。我不是什么大老板啊，就是说，我觉得，我们一起看咪咪和金枝他们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少遇到，真的。你觉得家人们？你觉得我认识的朋友少吗？很多的。土豆，对啊，我们
们凉山这边很多人几乎都喜欢吃土豆。相当于是主食了是吧？对，是的。那，嗯，四十斤子呀，没见过我呀，没事儿。你喜欢的人是咪咪啊，好的，谢谢你喜欢咪咪啊。你入个粉丝团呗，那个 ZH 哥 ，ZH 一哥入个粉丝团呗，好吗？就是喜欢咪咪的话，你们给咪咪入入粉丝团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话，就有更多的人看到咪咪，看到金枝，好吗？那大家一起点点赞嘛。金枝怎么没看到？金枝在里边做饭呢。哦，对。在那儿吗？哦。哇塞，金枝在干嘛？家人们，你们看，我记住，这么肥的吗？它不油，它不腻，它这种肉不是跟肥而不腻是吧？对，它这个看起来肥，但是它吃起来不肥。吃起来不肥。嗯。这么，你们觉得这个肥肥不肥？肥的打个肥。但吃起来真的一点都不肥。吃起来不肥是吧？嗯。嗯。这是五花肉吧？不是，这不算五花肉。对，五花肉是一层一层的。嗯，土猪肉是吧？对，黑毛猪。黑毛猪，肥呀、啊？不肥呀、啊？肥呀、啊？你不想了解什么吗？不了解，肥而不腻是吧？大肥，糯糯叽叽的，哇塞！这个是不是从咪咪那儿学的？糯糯叽叽的是吧？啊，还行。那个唯我独尊哥，你说你喜欢咪咪，你入个粉丝团呗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大家一起点点赞，点赞不要停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在看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呀？你点这个刀字儿，好吧？点这个刀字儿。点那个刀字儿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点点赞嘛！点点赞，点点赞，家人们，猪生长六个月以下的吧？猪的生长期只有六个月以下的吧？这个我就不懂了。那个环游世界哥，只有龙真四方哥，四方哥是吧？嗯、四方哥你好，欢迎来到金枝和咪咪的直播间。你们喜欢金枝？金小富，金仔，话都没说完呢。小富说：“我吃腊肉要吃吐了。”我没有说过，这个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啊。我没有说过啊，腊肉特别好吃。只是富哥说他这两天不想吃腊肉。这腊肉真的太好吃了，我没有说过不好吃啊。啊，我没有说吃吐了啊。小富就不露脸了哈，大哥。你是出来吃了吗？每次，家人们，每次我感觉金枝他说彝语的时候，就是在骂我一样。哎，我让他拿过来削皮，是不是啊？说在我脸上。啊！哇塞，好漂亮呀！光线不一样。去拿个盘子。哎，金枝、嗯，你啥时候给我弄个你们身上穿的这个？一组衣服穿的，我让我妈给你弄吗？可以啊、嗯、你妈妈做衣袖的呀、嗯、你说的是到时候买一件嘛，好不好？买一件吗？很贵的，要3000是吧？30张。30张没事儿买嘛。30张是3000个。对，明明你这个衣服也好看耶。嗯。啊？是的。你送我一件行不行？我送一件给你啊。那个李国胜哥哥，那个我，你放心啊，不会伤害他们，我保护他们的啊，你放心啊，不会伤害他们。嗯。什么？你不喜欢？你不喜欢彝族姑娘吗？你们喜不喜欢彝族姑娘？喜欢的在公屏打个喜欢。小夫是四川成都人啊。不喜欢也正常啊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。那个唯我独尊哥，金枝咪咪，今天晚上有我吃的一份吗？你入个粉丝团嘛。哎呀哎呀，那个哥，我都叫你3次了你都没入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泡水给我喝吗？对。哇塞，你这小院子真的好。
个拿来喝挺好的。挺好的是吧？你感冒了吗？嗯，那个咳。嗯、哇塞，他们说幸福感爆棚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哇塞，谢谢。哇塞。等一下再喝，等它泡发了。泡发了再喝是吧？哇塞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喝？还没吃晚饭吗？对，没吃，这天都还没黑呢。夕阳来了，夕阳。你们感觉这个阳光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好不好看？对，金枝在，明明你坐下了吗？好。金枝在做回锅肉。回锅肉。想喝呀，美女泡的茶。对，这个是金线莲。说的青椒炒肉是回锅肉。青椒，回锅肉就回锅肉呀，回锅肉。青椒炒肉呢？青椒炒肉是炒肉丝吗？还是炒什么？就炒肉片呀。嗯。青椒炒肉，你看着。哇，金枝刀工好好。这个还需要什么刀工的吗？哇。你和金枝不都是四川人吗？怎么两眼不泪汪汪？老乡见老乡是吧？嗯，缅甸你们来过吗？没有来过，不去啊。那个谁，我一直在那儿看着你说那个地方，你说那地方干嘛？是吧，咱们美丽的中国，对吧？我们强大的国家多好的，对不对？哇塞，阳光洒在了他的脸上。我等一下弄点那个素菜，炒个素菜吃。炒什么素菜？你猜。一看金枝就是经常做饭的，对。那肯定要经常做饭，要吃饭呀。我踢出去了，也给他踢了。要吃饭呀。一天到晚说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是吧？怎么了吗？没有，他一直，我看我点开他的头像，他说这七天在你这儿评论了24条，全是那句话。打腰子的吧，应该是。感觉有点少呢。够了吧？煮汤吗？啊、红烧吗？还是煮汤？煮汤，煮排骨呀。煮排骨够了。应该够了，就只有四个人的嘛。那万一我爸回来了呢？哦。那我不知道我爸吃饭没有，因为他出去打牌。对，不能去的啊！你们不能去啊！不能去其他地方啊！在我们强大的国家才会那个什么，你们不要去，不要相信那些人啊！你们一定要注意啊！那些人可能是骗子啊！对吧，你们一定要相信，一定不要相信那些骗子啊。我看一下那个蔬菜可以吃不？什么菜？它不是猪吃的，是人吃的啊。啊，不可以了吧。